佛陀甲咱讲，因缘果报啊，这就是咱日常生活的真理。不管是啊，你的起心动念、举手动作啊、开口动舌啊，一定呢，家己外面所引起的物件。不管是人事物，因为有安尼的人事物啊，所以引起了我的起心动念。这因为所以真多呢，都是不断地咧循环呐。有的人讲啊，佛教讲因果，啊，是不是真迷信呢？一点啊都迷信，他。足科学的呀，其实，那呢，人人那会当把这个佛法用在咱的生活，咱用心去思考，咱就应该爱知影佛法啦，袂当通我离开因果观，不管呢是啥物款的学问呐，都袂用得起。违背了这个因果观。世尊，世间人生死轮回不停止，在每一世所做的善业，也就是恶业，拢会因为因缘巧合而受到果报吗？莫见人，众得住。路中电声。
性，非钱穿心，老母爱民，翻来无明，心痛之情，体现因果。世作孽，因缘起，今生果报，必相思。难道连世尊这般已经五道成佛者，也会受因果影响吗？莲呀，各位，莲了不相信，注意看，注意听，果报已经来了，来临啊！三，九郎中的三。
主嘞？好消息，世尊真神啊！世尊真神啊！真实的吗？嗯，那赶紧来去见世尊。好。世尊，你真神哦！世尊，我好担心你哦。下来，我见你将地主，无数无数啊！世尊，你比那木手来上卡，风眉遐尼济高，险险无性命，哪会讲无数嘞？是啊，而且迄一天，咱在树林当中提斧打刀，分明是恶意要加害世尊。请问世尊，你敢知影这是怎样一回事？您可记得我以前所说，万物因缘而生，因缘而灭，有缘就有缘，有缘就有果与报。再像那被木手射伤，此乃因果呀。道理不能了解，请世尊明示。请世尊明示。道理呀。无所惊掉，这是我的骨头，这的木手伤卡，险险着性命无。情世情恶因，今生着爱受苦。在不说啊，情之行。
心一样，相拥相照，有一动，有一动。命虽海外一个岛，一世颠簸论众多。红歌船也来了，是啊，第二博主啊，你不是跟我提起，踮在大海的另外那边有一个小岛，小岛里面真侪稀世珍宝，这个消息敢是真的吗？哼哼，当然嘛是真的，这个秘密啦，是我真无简单，找到一个讨海的渔夫，给伊买来呢。哦，啊，既然是秘密，你哪会这么好心？找我到底出海找宝啊！哎呀，因为那个讨海渔夫在说，那个岛上的宝物实在太多了，凭我这只船，那是搬不了的，所以我才想到你啊。想到我？嗯，咱两个人是多年生理上的好朋友啊，你有这只船，跟我这只差不多这么大只了。只要咱两个人合作，去到那个岛上，宝物一定我都全部给搬回来。非得啊，这个世间的钱财，我一个人都开不完。我就伫咧想，哪里有宝物就大家分，有钱就大家赚咯。哈哈哈！讲得真好啊。嗯。哎，第二博主，你看。那边好像就有一座小岛。哎，敢讲，那就是那土的渔夫在讲，那岛上所有宝物拢伫。